头前啊，头前遐，头前遐拢是啊。山顶遐嘛拢够有田啊。啊，迄个庙是咱以前的吗？迄土地公庙啊。迄是旧的还是新的？嗯，就这种的呢吼。这拢哈哈，这教室啊。这已经拢翻修过了吧？哦，这这边。这无人咧顾，较早我来有人咧顾，无人即马都无人咧。你看内底拢开开啊。因为阿平就是阿公的小弟啊，啊，这个阿成嘞，诶，阿公的小弟啊，讲这个嘞，迄个是甲阿公算个是堂兄弟，算堂兄弟，哎，我阿叫，咱来叫伊叔公。杨先生，哥哥，都唔可能，哥哥，有啊，有可能，那不可能。啊，甲遮大层，这个、这路、这、这阿公某，这阮都拢捌哩啊。这个是蚊子坑这边的特产，就是石花，石花冻的那个石花，它原来是深咖啡色，然后晒了以后就变白色的。这边就是我的故乡蚊子坑，但是呢，现在叫做金沙湾啊，以前的名叫做沙湾啊，我加字金，所以变成金沙湾啊，变成就好听嘞。按过你怎啊看到啊，就是拢石头，因为沙拢去用乌了了啊。我阿姨当初阿人唔知讲啊，这海沙屋袂使起厝安尼，啊戆戆啊，然后哦这边的沙吼，而且因这边的沙拢迄个贝壳沙，哦所以拢白色黄色较济。啊、以前我们小孩都会来这收水啊，抓螃蟹啊，或、哦、是那个抓寄居蟹啥都有这样、哦、现在变很多。这块是那是那个清朝同治六年的时候，熊熊在这边不小心看到这个贡寮这边的西林岩寺重建大楼的那个捐献大的方名里面，居然有熊熊的爸爸叫杨水龙，他捐了145,000元，然后我的大伯捐的是38,000元，好惊人的数字哦！才走了，恭喜景兰家。来搬来这进前就已经住40几年啊，四十几年。阿公讲的，阿公讲的，阿公进前是住的倒位，敢知？敢知？进前住的是红桥火烧，对我讲住的倒位，唔知啊，伊无讲啊，袂记得啊。哦，啊是啊，叫火烧伊，啊是啊，一挂，好像你讲的，古马先祖牌啊有无？啊，别拢烧烧去啊，拢无啊，无较早还佫有名气的。是哦，我规间拢烧了了。啊，所以即马咱到啊，
春的就是新的就对了，就是现在在的会记你的就是冬夜的而已。我较早的是煮饭，嘿啊，嘿啊，烧起来，有够可惜的，嘿啊。一阵到家了，一阵到家了，已经三十几年啊，啊，过咧个四十几年，更加正常的，还没几百年啊，几百年，对啊。你当初也无问啦吼，我你无问伊，问伊讲站倒位安尼。公妈，啥迄拢小一些。阿妈无族谱嘛吼，阿妈无族谱。啊，就是族谱就是拢有写，迄阵阁有写，啊，就是。啊，安尼你讲的迄个火烧应该影响咱足大。啊。我讲你讲的火烧的代志啦，影响到咱足大。影响拢足大。一定足严重的。对啊。我感觉，可能阿公伊当初也蛮细汉啊。就是阿公嘛，像你讲阿公迄阵那个，无伊讲火烧的代志，可能伊嘛是个嘛是细汉安尼，对啊，嘛少年啊。因为迄当阵啊，我看迄个校长上早唔是阿公诶，是另外一个人。对啊，不另外一个人。就是阿祖，阿祖是下讲伊对第三个囝，大个家，所以是安那这个地是算。你讲高伯阿的，是高伯阿的，因为照讲啦，火烧厝是十八祖迄代都烧去啊，对，有烧去，一定有出代志。我就，所以咱个突然间就是变到，啥物拢唔知啊。无你若照迄、那个，阿伯阿烧去，才搬来遮，所以伊唔是当家。哎呀，我问阮母阿在台，伊敢会记哩？烧个火烧厝，我讲嘿，我也是无看到，不过伊知影，伊叫知影好，听人在讲。